佢哋。好，你一起步標壇精英慢咗啊！咁啊，前面快嘅嘛，內蘭八進巨星啊，合夥奔馳已經係第二位啦。出邊有仁和嘉興啦，淺藍衫同場和順啊，第四啊，買邊？放咗出嚟跑嘅马咧就系八骏巨星嘅，跟住第二位就仁和嘉兴啊，第三位埋边合夥奔驰啊，大热门第四位外边浅蓝衫同场和顺啊，第五位埋边星龙区，出边黑衫竞进辉煌，后边马海船时光小霸王标坛精英啊，未指定大外档美丽奔驰响后边咧坐只魅力宝驹啊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啦，八骏巨星支嚟咗一个身位嘅，见到中间仁和嘉兴冚住咗埋边咧就合夥奔驰啊，中档追有星龙区，外边上咧仲有同场和顺，最出嗰边咧就海泉时光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咪八骏巨星，仁和嘉兴追紧佢，再见到后边元兰追上嚟，仲有魅力宝驹，中间合夥奔驰星龙驹嗰啲马接近终点，仁和嘉兴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八骏巨星，合夥奔驰第三，第四名埋边系魅力宝驹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咁啊呢只仁和嘉兴都认真厉害啊，纵使去到八岁嘅年纪啊，一样转过嚟沙田草地赢得啊。第二名嘅嘛，八骏巨星；第三名合夥奔驰喺中间埋边，第四咧应该系嗰只魅力宝驹啊！开斋日系嘛，董明朗今日都。